靠，随便靠。嗯嗯，哦，好坚实的胸膛。对啊，这不随便靠吗？我已经后悔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我怎么办？我说张哥，老赵还专门给你拿。我打开道哥的那个纸卷，咋一纸？我已经绷住了。然后我再一看笔，是反的，我完全没有，我是靠信念支撑演下去的。